宋迪住在天香楼顶了，可以用攀岩垂钓方式进入他家后。可是我要打开他家门哦，还是一道难关。可恶！早知如此，我就应该用心钻研开锁技巧。不过我现在窘境。喂，阿贵啊，我们忍不住了啊！一定要对孙无敌动手，替王爷出口气。就等你和季总一句话、啊。好，你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记得，这件事情跟我跟季总都无关。大哥啊，刚贵哥说他跟季总这件事情无关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你这个笨蛋，这就是话中有话，自己看着办。我跟你讲，我看我们这次啊，要好好的大干一场。大干一场？那我们的计划是什么？真是猪啊，真是猪啊你！我们身为季总跟王爷的徒子徒孙，是吧？当然，我当然要好好教训那孙无敌嘛。把他藏个几天，这样我们才能恭迎季总和王爷回来主持大局，好让那八国联军啊哭着回去找妈妈。问题是要让他消失去哪里呢？又不能来我家，我老爸老妈今天才从南投上来台北玩，那房间早就已经客满了啊。哎，你家可不可以？啊？我家啊。我家应该是 OK 啦，因为我爸是出海人，你也知道啊，个性非常热情豪迈，应该是不会介意家里多出一个人。但是有个问题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家只有一间房间，然后一家子人都住在那个小房间里面，这样会太委屈他了。你是猪啊你！我们是绑架他，不是款待他。我告诉你，你要知道，这一次整个的绑架的秘密计划，只有阿贵、你、我们三个人知道，绝对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，你懂吗？老师在讲，你有没有在听呢？有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知道，这一次整个的绑架的秘密计划，只有阿贵、你、我们三个人知道，绝对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，你懂吗？老师在讲，你有没有在听呢？有。我们刚刚讲话，你都听到了没有？是啊。老师啊，是，告诉你，不要担心，绝对不会让第五个人知道，因为我也是道中人，大家都是出来混的嘛。哎呦，哎，想到这年头遇到理念相同的人，哎呦，可以说他乡遇故知哦。我跟你讲，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，我大哥呢一定会帮你解决的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敢问老师有没有什么入侵他人家里的绝对入侵攻略？我学这技能不是做在坏事上。我火力全开的炮火是瞄准我唯一一个对象。先报上你的冤屈跟你控诉的对象，让我听听。是民女胡三宝，平日认份守纪，绝为他人解约，今日竟以一名采花贼与一群汉子闯入我香闺，还偷拍我香烟裸照。为了夫君的面子，这卷录影带我死都要讨回来。这真是太可恶了嘛。是啊，玫瑰杜鹃也就算了，可像你这种小雏菊他也踩得下去。没关系，你告诉我他住哪里。那个采花贼的银库就在这个餐厅的顶楼上。这么巧，他也在餐厅顶楼啊。顶楼？不，哎，大哥啊，我可以肯定他说的跟我们说的不是同一个人，因为那个人的眼光应该
也对。不过这没关系啊，这有关于餐厅的事情啊。嗯，你找我就对了。哎，老师，我可以教你一个最好的绝招，而且绝对不会被人家发现。请说。餐厅的这空调管道大部分都是连接打通的哦。哦呦，哦，所以分布在每个房间的天花板。所以你要趁餐厅啊晚上倒垃圾的时候，由后门潜入，打开天花板，顺着天花板的空调管道一路爬上去，就可以到顶楼。哇，厉害呀，大哥！谢谢老师，我一定会学以致用的。您快别这么说了啊！既然如此，老师您若是有什么难处，尽管说出来，让学生来跟你切磋切磋。话说啊，在我们这个民风淳朴的村子里，有一个嚣张跋扈的一个二老板，只要是看不顺眼的地方，他就会苛刻刁钻。这个二老板啊，甚至对我们最尊敬的王爷啊，王爷爷了啊，也是毫不留情。所以我们要绑架他，给他一个教训。但是我们现在面临到一个问题啊。什么问题？我们现在就是不知道该把他藏在哪里呀。哎，大哥，你们听过小本小时候被人绑架然后放血流过的传闻？哼，要是把他再一次困在水上，你想想看他会有多害怕。保证他屁股里尿流。哎呀，大哥，我想到了啦，我不怕的渔船晚上就会入港，不会再出海了，刚好可以把它放在我家的凤凰号上。Yes 一日为师，终身为师。我身上没什么好的，税收献给二位。这里有两样礼物，请老师收下。哎，这是丝袜。哎，是。这是方巾啊。那给我这个干嘛啊？这个希望能够在你们绑架的时候派上用场。好兄弟，事不宜迟，咱们各自行动。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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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没事烧什么香水，我们整个房子都是他的味道。我不要看到杂志上都是你的花边新闻，看到你随便强吻别人，去摸着人家有没有受伤。我也不要阿翔告诉我在工作，可是我却看到你搂着不一样的女人。好几次我都想狠下心来不避孕，如果用孩子跟下辈子能够绑得住你的话，我也想赌一次啊。如果用跟男人厮混可以让你更关心我更在乎我的话，我也想试一次啊。我要的你到底可以给我多少？季祖安小姐，最近那个赖尚刚越来越过分了，他的节目内容跟我的一模一样，当然他的收视率没有我好，可是也不能让他这样胡作非为啊。